湘现身上海虹桥机场。当天，李湘身着黑色短裙，穿着长靴，拎着迪奥包包，贵气十足，再现昔日魔鬼身材。2009年，王岳伦与李湘结婚。同年10月13日，李湘和王岳伦的女儿降临。如今，他们的女儿已经4岁了，样子也乖巧可爱，看来也是继承了妈妈的漂亮基因。前不久热播的《爸爸去哪儿》，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地出现在大众面前，让众人对李湘事业成功之余的甜蜜的家庭生活十分羡慕。节目中李湘的女儿王诗龄精彩亮相，王岳伦带着女儿参加湖南卫视《天天向上》节目录制，现场连线李湘，被吐槽对女儿的爱超过了一切。有些吃醋的李湘放言，如果条件允许，一定要再生一个儿子，我也想要一个小情人。李湘还在电话那头催汪涵，涵涵早点加入当爸爸的队伍吧，孩子们多可爱呀。腾讯娱乐整理报道。